一个人身边有福德正神在，如果我看见你的身边有福德正神在，我就会跟你讲，你将来是财主啊，有钱人，因为你身上有福德正神的影子，或者在你的周围，那个本身来讲，你就是有福有德之人啊，有福有德之人啊，这个他自然财富会找上他。所以我到一个餐馆去，看到门左右有两个福德正神，我就知道这个餐馆会发达，会很有钱啊。后来我再去的时候，哎，福德正神不见了啊。后来呢，就真的发生了事情，因为他的餐馆呢食物中毒了，好像给人家吃饭了，结果食物里面呢，这个食物有问题，很多人全部都送到医院去，所以那餐馆它就是变成名声不好，生意就差了。所以福德正神是这样的，你有福有德的时候，福德正神在你的旁边；你没有福没有德的时候啊，你身边啊都是讨债鬼。